您看您袋里有什么不舒服没有？袋子里，我看看啊。嗯，就是好像那个头发少了一点。现在这个病可谁都会害怕的，治不了症，用这个方法。不要怕，很好。怕也没用的，你要死谁是要死的，你怕的是什么怕？我一个哥哥，他就是怕，他一直怕死。我讲怕什么怕了？不要怕，他就死掉了。不要想这么多了，我就是一直这样，活着的一天算一天，活两天拼一伤，我是这样想。但像你这个心态，是真的很好，很棒的。嗯。要不带加班，你心里怎么感觉？不得假发了，那是肯定难看了。你这个假发做得好，跟自己的头发一样，我就喜欢戴。如果戴得不好看，我也不想戴了。林视频 APP 等你下载。